看他对我还是很友好。对，你凑近一个试试。这个是高山 对吧？对，高山。嗨，高山。我来训练一下，可以是吧？对，可以的。他不会的。会伤害我吗？对，不会。嗨，宝宝。高山。等一下。对，他很兴奋的，因为他是以智商得到这个东西，这就是一个奖励，就是他奋斗的目标，奋斗的目标就是这个东西。梦想是梦想，这是一个有 KPI 的狗。果真是职场节目。坐，我的天。坐，坐，看，很好。哇，不错呀，真不错，真不错。你要被他挤下去了。呀，好的，对，这是一个奖励，做好就应该奖励。挖虾，拖。接下来请徐磊上来试一试。哟，徐磊，这个高难度啊，这个刺激，哎，拿着，不要拿着，就是一个铺友的一个靶子。不，你这一会儿咬错胳膊呢？咬好，你在那个方。咬错胳膊了怎么办呀？你小心点，师哥。磊哥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磊哥，你的。磊哥，我就想问你，你的手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密码留给我们。你的绳子真的小心。动作已经不重要了，磊哥。你要我站保哪只手？徐磊，你得站稳。看着狗把你的脸往后伸点。准备好一点，他速度好快，身子要擦一开，是你要胳膊不要使劲儿，四两拨千斤啊，他一咬你就马上往这边转，是力。博士的高山了，他的狗声已经完整了。顾老师试一下，你试一下。我不是，我顾老师值得试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觉得他很兴奋啊，看着人家家的狗，自己的狗不学无术，还经常满地大小便。那个柯基也要上个课了。另一条狗要表演一下，来另外一只，这只看上去很凶啊。对啊。刚才我们所看到的，在这个扑咬的过程当中啊，我们的这个助手啊，用鞭子这个抽狗啊，它不是真抽啊，它是在训练过程当中必要的一种引导方式，不要是在打狗虐待狗啊，大家千万别误会。对，工作犬你必须有一定的勇气啊，跟硬度，咬上人后你肯定要搏斗嘛啊，如果就不够的逃跑。它特别像狼哎，还真是。我最早一条，它叫杰克，九岁了，老了呀已经。对，六十岁了。六十岁了，这是我训练比段东都大。这叫他大哥了，我得。对对对，狗大哥，老杰。接下来表演什么？这是一个看守物品。嗯，就是坏人要靠近我的东西吧，他会做一个防御性动作。对，杰克，看守，看守。这个穿的多了，他也怕。他是六亲不认的，我们就不会浑身咬吧。他在警告他。
的质量真好，是专业的那个训练服、防护服。开手，开手。他说要拿，赶紧拿。好乖哦。